大家好，我是家有红木小冯。很多人都在说红木家具的拼补白皮，但是其实很少有人真正的见过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白皮拼补。上面白色部分很白的地方，那就是白皮，一块一块小料接起来的那就是拼，上面的越南胶水就是补。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